a man in Shanghai was diagnosed with COVID-19 and was sent to a makeshift hospital in Lingang. He recorded his experience in the hospital and shared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. 4月7日凌晨，我和家人一起经过转运，住进了浦东临港方舱医院。总体来说，临港的方舱硬件设施不错，洗漱用品、被单什么的全都有了。在这里，生活依旧，方舱里的人大多经历相似，从核酸异常到疑似，再到确认，经历过焦虑、担忧，再到尘埃落定、接受现实，最后坦然面对，积极配合。这一系列精神上的蜕变，使得这里人与人之间更加坦诚、公平、友善、谦和。 这里的生活，除了每日吃药、测量体温、一日三餐之外，大家正试图恢复或者接近方舱外的正常生活。这里的医护工作者也十分辛苦，面对数百人的一个小片区，属实不容易。日常的发药、测核酸、询问病情、解答疑虑，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。方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。 医护者们操纵着这艘大船，在疫情的逆流中左右突围，冲出升天。我们正经历着这个特殊时期，面对疫情，调整好心态，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各种变化，最终我们终将获得胜利。